把这个拿了，先把这个拿了，别让这个先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遇见这里好多鱼啊！怎么在这儿？哎，隐隐约约的我就看到了，动物的，活的。那一条呢？鱼不见了，鱼不见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鱼出来了是吧？嗯。那这个水太深了，我怎么弄啊？水还这么急。你把桶给我。你来弄去，我里面的东西就让它活了。你用双手抓的，快点。我都没看到在哪。在这儿。在这儿呀。厉害！一脚给它踢出来了，看又是一条大美国红鱼，哇，这鱼太大了，有个两三斤吧，哎，它可厉害了，它藏在那深水里都没有人看见。你快放我，别让它再跑了。厉害厉害！哎呀，你看，这条这个小黄盒子放在水里又活了，你看还是动物的，还行，哎，活了。走走走，继续。但是我有点听不懂啊，这刚好四五个小时，我估计我就累坏了。我找了一个好地方，这底下它应该抓不出去吧，放在这儿吧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小鱼不能放，万一抓进去，小鱼我……走了，上来。哦，漂亮的小八爪，带走。看看这边，起，没有。看看这边。哎，这边水流还是挺急的，没有啊？哇，这个小的应该没有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哎，咋的了？你看看。哎呦，嘿嘿，哎呀，哇，这么大！哎呀呀呀呀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！你看，很有反应，他知道我来了，他知道我要来抓他了，是不是？带走啊！哇，这里有彩虹，你们看看这些脚印儿，这不是是游客还是我们当地人过来啊？他们有些不要彩虹，确实哈，在当地彩虹实在是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很便宜。逮一下这些坏的，没人要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去市场买就吃够了。你看。这么多，不要给我，不要，我要。你看这个也坏了，这么多，还能不能让我停一下？快走吧，来，我看这边，好大一块。哇，这个怎么掉下来了？你要离家出走吗？像这种微微开口的，没有事啊，还是活的。只要不开大口就行，像这种碎的就不行了，是吧？这种啊，看有没有拨通的感觉了。走，继续啊，抓上去看看。哎，没有啊。哦，正在行走的大章鱼，给你们看看。我先不拿它，让它爬一个给你们看看啊。哎呀，看呀，爬呀。你快收了吧。不，我必须要纠正一下一些网友的思想，他们老是让我收获很多很多，让我少说话，但是我刚才不是要收获特别特别多，我是乐趣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哇，开心为主嘛，收获太多干啥，一天300块钱我就很知足了。哎，太漂亮了，这也收了啊。啊，好看好看，太大了，一个能炒一盘。这一条黄盒子，那里还有个八爪鱼。哦，哎，活不活？动一下给大家看看，还是动的。你看，动的，就是这里水太浅了，缺氧。哦，走吧。这今天第二条是吧？哪有八爪鱼啊？这不是，我还不对，看错了。哦，海肠一个，海肠是海肠。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长相有点歪瓜裂枣的感觉，但是可以吃。带走啊，还是活的。看看这里，蛤蜊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我发现八爪鱼都没有你们聪明。
没有你们会疼啊。跟狗一样，这里还有一条鱼，虽然它像不活的样子，但是看着很新鲜。见走啊，哦，扇贝，见走啊。摄影师手机都架好了，我竟然没看见。跟眼神时好时不好的，还行，个球，带走啊。这块鱼是挺破了的，你们猜有没有？没有。这里还有扇贝，今天扇贝可不少了。你看，这风很大，怎么样？这种扇贝好吃。比那种小红贝要好吃一些，是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一看，哎。